螳螂吟成小木印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波兰之盾呢？你要补兵，我就摸你了，小伙子。好，焦山，这是正常也打不死，他马上 Q 好了。我带的赛刀，什么打野呀？没有打野呀？啊，有，瞎子打野。那咋办啊？那这是瞎子不过来了吗？2分40秒左右都快到了呀，这我往后点啊，我有点害怕，一会儿变成粉丝见面会了。你看我是什么来着？先 A 防御塔，试试看吧，杀不了就拉倒吧，真是没办法了。瞎子要不来，我们再等他打一会儿，我们再杀他。那瞎子又跑过来了，完了，没打死。海妖杀手，这应该都 ADC 出的装备，这怎么还有个锤石的装备呢？锤石变成装备了，哎呀，他交传送了吧这。等个 W， 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那大树叫没叫闪不知道。哎呀，这波血少了，头像挡装备栏了。行，给你调一下啊。他没啥蓝，现在别吃技能就差不多。定叫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有个小儿子。那我这第一件装备出啥呢？哎，耀光现在是不是？耀光是不是得需要弓长剑出的耀光啊？不是，耀光怎么出的？耀光就直接就买啊！耀光就卖700块，哎，就卖700块，我就卖700块，啥也不加。就给你普通攻击造成80点额外物理伤害，700块。哎呦我操！巫妖之祸给我下一剑，下一哆嗦，我以为这是咖喱棒呢，这是。斑比的熔渣。哎呀！在干嘛呀？这兄弟们，
这技能给你放的可太卡了，可谢谢小西瓜的酱子的飞机啊，谢谢小西瓜的酱子。吃个塔皮了啊。呀，那猴 Q 打不成二连打不好使了呢。国服啥时候更新？好想玩哦，不知道啊，快了吧，半个月之内吧，差不多。这把俺们先买个这个啊，买个净石，来个皮海。这现在有个问题，蓝不够用怎么办？什么玩意儿加蓝量装备？我们得看一看啊。战士、刺客、法师，你大爷的！我要看蓝量装备，你给我整个战士、刺客、法师，那就战士吧。死亡之舞呗，死亡之舞也没改，死亡之舞改成那啥了。便宜了，死亡之舞，哎呦啊，死亡之舞便宜了吗？现在是3100，便宜了吗？以前多少钱？便宜了是吧？没有魔抗了，不要魔抗，要魔抗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便宜就行，不管了，我们吃打皮。干啥呀这？卡死我了！哎呀，本来我这波我弄杀瞎子的，我感觉。来一个神圣吞噬者先。哎呀，拉倒吧，怎么地儿吧。反甲荆棘背心儿，荆棘背心儿的图标我怎么好像他看过呢？要是你，你双杀，你双杀个屁！双杀，我给你200颜值，你杀个兵都费劲，你还双杀？敢问问土地老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还行，这把我们势均力敌啊，让大家体验一下，我们最好这把能给他打个50分钟，打到大后期。多少钱？1100，钱不够啊。释放技能，当咒印命中敌方英雄时，神圣吞噬者就是啥呢？就是这个黑切吧，相当于小黑切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刚才为什么我身上会有药的效果啊？
Oh my god！ 把塔拔了吧，我这钱够了。啊，因为我啊，因为我小冰锤，对，小冰锤会恢复血量。小木锤，现在木锤是回血。对线装备呀、啊，这木锤，再撞一头吧。来一个神圣吞噬者，然后再出把木印。木印是以前合的不？木印？哎呀，不对呀、啊，木印是神话装备呀、啊，木印。这家伙。有点脆呀，这木印还是来这个吧，先来个这个。确定只能买一个神话吗？确定吗？唯一神话啊，唯一，我们来一个肢腿护甲啊，银肢腿甲，黑色切割者，这不黑切吗？这不是黑切吗？那这个玩意儿能干啥的呀？他凭啥他是神话呀、啊？他凭啥是神话、啊？他多啥呀？他狠呐、啊！他有多狠？我看看。哦，一个 EAQ 可以造成10%物理伤害。下一次攻击可以造成10%额外物理伤害。哎呦，我来了，小老弟儿，二银钻给我亚洲捆绑了，卡了。哎呀，冰拳。花钱了，差八个兵，看看有没有杀人剑，应该没有，没有，很遗憾，没有。小法可有意义啊，建议出一期装备介绍，估计能大火。还着火了你还大火。永恒驱驰王者玩家，永恒驱驰脉冲加移动速度。哎呦啊，这个移动速度加的多呀，这永恒驱驰狠呢、啊、自然之力，美甲的窃魂卷，美甲窃魂卷，晶体护腕，黄图春哥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这什么塞尔达的怨恨啊，塞瑞尔达的怨恨。伤害型技能会使敌人减速30%，持续一秒。这不木印吗？我这木印呢？这不那个怎么来着？蓝切吗？幽灵状态。这，我出个小黑切吧。传说第三排第四个装备，1234，收集者。如果造成伤害使一名敌人生命值跌到5%以下，那么会被直接处决。击杀英雄会为你提供额外25%金币，这他妈德莱文不起飞了吗？5%血直接死了。
我咋这么幼呢？我来一个这个，我来一个，我先把这黑切买了。这黑切差多少钱呢？差一点点。看看巨杀，我看看啊，突进一小段距离，并对附近敌人造成伤害，造成物理伤害，提供20点移动速度。这谁买的也不知道，这谁用的呀？哎呦啊，小伙子，没事，我们各凭本事。这怎么有个小法师呢？卡住了。直接秒杀蛮王还玩啥？那蛮王肯定比这优先级高啊！我杀银刀呢？这个就给刺客用的，就一套刚好少一点伤害，少个100来滴血就直接就死。就给这南刀锋啥的用的，现在怎么解决这蓝不够的问题？看看技能减多少 CD， 不知道啊。现在他这个叫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呦我去！哎呦，好痛啊！这蛤蟆打人有点疼啊！我操！在1.5秒内使用2次独立攻击或技能命中一名英雄时，会造成其当。相当于16%最大生命值额外物理伤害，并为你提供30%移动速度。这我出这个呀！我操！这狠呐！这多狠呐！把这卖了。耶，钱不够了。这家伙。这多狠呢、啊！这6秒的 CD， 你管几秒 CD 呢？他这叫16%。哦，我们这10%，神圣吞噬者是10%。啊，神圣吞噬者打两下就比那个多，是不？那也不行啊，这个那神圣吞噬者还行。神圣吞噬者打两个就比他多了，就谢谢小西瓜酱子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
这石头营怎么换色儿了呢？换皮肤了，裂开了呀！这裂开来，可真是太卡了，没有吸血是真不行啊！我这一看，哎呦啊！这蛤蟆这皮肤好帅呀、啊！为什么手上带光呢？这蛤蟆一直手上带光，哎呦我这光金光闪闪的，一直带着光，看着没？可太猛了，可太猛了，老弟！哎呀，哎，这闪咋没闪出来呢？哎呦我操！想出啥来着？上一波出一个战士装备、刺客装备吧，看看刺客装备都有啥啊、哦？刺客装备没几个呀。巨蛇之牙，破盾者对护盾造成300%额外伤害。那还是战士吧，算了吧。还是这个玩意儿比较适合我们。我这一瞅也没啥好用的，死亡之舞了，也就死亡之舞还能用一用了。哦，对，我想出杀阴刀来着，是吧？哎呀，给忘了，这家伙杀阴刀还加暴击概率呢，这就是专门就给德莱文用的，我感觉。一会儿给换了，不出死亡之舞了。这天天出死亡之舞，来测试服还出死亡之舞，不出了，换一个。一会儿黑切也卖了，把黑切卖了，出杀阴刀。护甲克星，哎呦我这伤害有点高啊，这二银钻，回血，怎么的？这妖精要杀我呀？嗯，就凭你也想杀得了我，小伙子 ？No no no！ 把黑血卖了。我这也卖了，不要了，换一件，换一件我们没出过的装备吧。水银丝带、织银腿甲，要这玩意儿没用啊。刺客的呢？巨蛇之牙，来个塞尔达的怨恨吧。塞瑞尔达的怨恨。我有杀阴刀了啊，你们给我小心点。穿甲多少了？这是我也不知道有穿甲有多少啊。哎，有个红 buff， 你这蛤蟆可等级可挺高啊！哎呦我这人可是有点多呀，给我点烟了。
双火护手不行啊，这蛤蚱十五级啊，薛飞有点猛了。我们家 ADC 这也太卡了，呵呵，蓝盾吗？这是冰心儿，这小法师是冰心儿不？这冰心儿吧，冰心儿感觉也不厉害呀，这护甲好低哟、哦。打上去还是很疼。无尽之刃，不朽盾弩，夺翠之镰，嗯，谁的水晶裂了啊？自然之力是不是能多上个人？是能多上个人。这蛤蚱我就不找了，他太猛了，我打不过他。好，看一看这一波是不能杀个妖精呀。这也打不过呀，这打个屁呀，那也打不过这盖伦，这也太垃圾了，这哎呦，真的有点垃圾呀。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换装备换的太频繁了，经济太差了，破黑切也没了，让我卖了。哎呀，我的杀人剑不起作用啊。啊，这杀人剑也没啥用啊。我就两件装备，确实哈，他们也都两件半了。看来我这装备已经不行了。我这蛤蚱伤害好高啊。看来我们也得整个死亡之舞。星石，这个星石挺猛的。呀，打没了，这么快呀、啊？这把给大家来一把势均力敌，好吧？28-28。怎么感觉我连小兵都打不过呢？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小兵都打不过，感觉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杀人剑加上我们的塞瑞尔达怨恨，外加我们的神圣吞噬者，差两件装备。出点啥的，出个死亡之舞吧。太假猴了，真垃圾啊这。哎呦我操，这咋不减速呢？哎，啊，伤害型技能啊，
那咋跑这么快呢？因为啥跑这么快啊？我觉得这妖精一定得往上走，我们就去上路堵他。可能他要送他，让他送吧，看看红有没有啊。50的冷却搁哪呢？没50冷却呀，40吗？这不，现在他这个技能急速还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呢。来个死亡之舞吧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呀，50了，技能急速。你的技能填装速度会快 33%， 你最多可拥有 40% 的冷却。技能急速好像没有冷却厉害。哎呦，我杀阴刀起作用了，兄弟们，我去找找这蛤子能不能干得过他。减速，杀阴刀，斩杀。死亡之舞好便宜哦，1100加800，哎，1200出来了。这怎么还有俩这玩意儿呢？10%全能吸血，多兰的断炉之心，多兰的冰雹之种，小法消极太多了。怎么的？别生气呀、啊，随便玩一下嘛。我好厉害！哇，这大树身上怎么回事？这大树身上，这大树身上怎么带圈儿的呢？真的，这瞎子身上带黄色的，大树身上带圈儿的。好帅呀，这瞎子！光环。此地物以久留。几个人啊？就我一个人啊？没事，这 ADC 有 W。杀 ADC 呀、啊！杀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杀 ADC 呀、啊！这时候不杀 ADC， 你是？我们来个自言自力，看看怎么回事。自言自力的话是坦克的啊，幽魂斗篷吧？不是。幽魂斗篷居然是和啊和振奋的负极斗篷吧，负极斗篷和振和自然之力。目前我发现呢好像什么都不太适合，还是黑切死亡之舞吧。然后整先整个传说装